要是全家福加辣的，可以加辣吗？全家福都有些啥呀？一个美女，一个吃的，四个蔬菜，两个荤，记得加辣美女。在找，找一张大的，是不是很少人点全家福啊？就比较少点他们，我们两个一起吃。终于找到一张合适的了。也没有，还不合适，还不够大。重新看一张吧，或者给我们两张。赚了赚了，赚了张面皮。你想象的要吃的辣，这样吗？哦。